起，有人选择了小胡同，走了不同的历程。他遇到长途车，加速跑却迎来车祸。你一路很畅通，最先到达的目的地，却没空欣赏过程。北京、纽约都在早晨九点，司机抽着烟，乘客黑着脸，广播嘻嘻哈哈话早间，一天接一面，爱人敌人随时都可能碰面，一会儿红着脸，一会儿青着脸，透过玻璃车窗看世界，每天都在变。在下离合，道路越来越多，那些结伴而行的人在汹涌中走散了。他骑单车经过那些曾喧哗的角落，你在地铁穿梭，正是最